加布瑞尔更呼吁欧洲各国应该要团结起来，在世界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。他认为，在这个比冷战年代还要复杂许多的时代，民主与独裁制度的对抗再度浮上台面。欧洲有没有鼓起勇气迎接这个挑战，将决定亚洲世纪是否真的来临。